我们现在看这个是一个叫 private car 啊，理解为私人车厢吧，私人车厢。我们看看它有多么豪华。看一看，我们进不去里面，但是从外面看，就是卫生间儿。看，就是厨房，非常豪华，厨房。啊，这应该是餐厅。然后我们能看到餐桌，里面有沙发啊，用吃饭的地方。我们看它的简介是什么？大概是早在1948年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呢，他买了这个私人车厢，然后把它重新装修、重新装饰，把它命名为金海岸。两个人呢，把它作为他的家。作为他的家，然后住在这个内华达州的 Carson 这个小城。我们看看它，这个词叫 Golden Coast 金海岸 ，Georgia Northern， 非常豪华。啊，这是卧铺，看一下，这是卧铺。看，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张双人床，看一看。啊，这就是小房间。啊，这是供打牌的，看一看打牌的。这是一些照片，里面的豪华程度的照片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这应该是会客厅，这里摆满了沙发。